果园里掉满地的莲雾让农民看了好心痛，就算是没有掉落的套袋，里面的果实也都已经发黑腐败。哦，这拢就是安尼啊，今年的病就拢安尼啊。迄鸟才三分，鸟一分好尔，啊，就望讲看政府当加减敢补助个安尼尔。屏东莲雾的产季正要开始，不过因为十一月中旬连续几场大雨，再加上最近南部地区日夜温差大，使得第一批即将可以收成的果实出现果腐病和炭疽病，发霉发黑，没有染病的也发生裂果，影响收成。不少农民都说这是历年来最惨的灾情，有些果园受损比例甚至超过八成。当有受病的时候，你就要把它清远啊，就把它清出来啊，不然会感染。如果说你树上还有其他的果实在上面，就会感染。为了避免灾情扩大影响下一批果实的收成，农委会和屏东县政府与各地公所动员勘灾，从枋寮林边一路到内埔盐埔抽样清查县内莲雾的受损情形，并且提供防疫的建议。而农委会主委陈武雄也才是要将莲雾灾损列入十一月冬雨的灾情，根据各乡镇呈报的灾损情形，从优从宽来核定救助，协助农民恢复生产。记者东分陈显坤屏东报道。